主角是住在一个很鸟的地方，然后他从里面这样进去，强打者比较强，然后之后练。可是因为拿球棒的那个僵持时间有点久，还不太适应，要休息到早上就休息啦。我们今天已经解了一个很长的支线啊，有点累啊，还不如好好休息一番。得先找到人在哪里。哦，是要先去电话交友俱乐部。好啊，各位，开心的电话交友时间来了。不知道这个游戏的电话交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就试试看吧。舞者很猛，舞者是真岛之后会学到的，是不是？好吧，那我再注意一下。靠，这边有猫咪耶！哎呦，亮亮的，亮亮的。雨月溪啊，这个我也蛮熟，不好说啊。哦，这边脚踏车太好了，来来来，打我，打我吧。とりあえず金出せ。じゃあ、とりあえず金出せ。吉安特之王重出江湖。哎、欸！我被打了。没办法，他出招的一瞬间去转他的头，太好抓啊！好，没关系，反正这个路上呢没有什么难度。电话交友，电话交友，呵呵。要打。之前都没有电话交友过哎。1988年的电话交友是啊，他好像有一个小包厢，然后要去要打多少时间？哇，割一个持久啊，那就打个3小时好了，120分钟，就是好像在房间里面可以一直电话交友，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哎、欸，因为我不是那个年代，这要问收贝，收贝可能很熟。木川说，佐川说木村实有在利用女大学生，不知道能不能顺利找到。喂，好像是抢那个电话啊！喂喂喂，你好，讲话声音好好听，在做什么啊？现在在家里晃，真好耶，小姐，今天有空吗？啊，我知道啊，这个电话叫好像是说他们会做这个公司会发传单给很多人，然后女生打来是免费的，然后男生要付钱进来包厢接这些女生的打来的电话，是这样吗？我也不知道，我才刚让小孩去睡午觉。欸、已经有生小孩了，那这不行，来上班了啊！直接挂掉。怎么手在那边抖动啊？有孩子的主妇没中，要有打长期战的心理准备。90分钟后，打了这么久、欸，而且为什么还没有卫生纸啊？来了。もしもし。もしもし。啊，もしもし。哦，有女生的声音耶。どうもこんにちは。俺五郎言うんやけど、そっちは。どうもこんにちは。こっち。あっこ。あっこちゃんか。何や、元気なさそうやん。もっと楽しくおしゃべりしようや。せやけどめっちゃだるいんやもん。久々に学校行ったけど、速攻で受けてもらった。お、好像是大学生哦。何や自分。ひょっとして女子大生？うん、そうやけど。そうやけど。はあ。他为什么好一个声音的声音？あ、多一点。あこちゃん、テレクラにはよく電話しとんの？せやな。うち退屈なんが嫌やから、遊んでくれはる人を探して。可以直接约他出来。ほな、外で会ったりとか？ドキドキな？ドキドキ。会う会わへんはどないして決めとるんや。まあ
お腹空いてる時とか元気にやな。飯おごってくれたら。我请吃饭，大家出来啊！別に誰でもええってわけじゃないけど。妈妈，阿秋出来啊！上次叫阿秋，看起来不是什么正面。五郎さんやったっけ？五郎さん、入れ墨してはったりせえへん？有刺青吗？入れ墨や。全身上下都是刺青呢。うちそういうのちょっと興味ある。哇，该不会要约在一些地方看看我全我的肉体吧？え、ほんまに？他是不是也在钓鱼啊？跟会不会对面的女生也在钓鱼啊？どんな柄なんか教えてくれへん？如果跟他讲刺什么，是不是？なんでそのようなことが気になるんや？这个女生怪怪的。うち絵の勉強してんね。せやけど入れ墨なんてめったに見られへんや。觉得我们也被钓鱼。せやからもし入れ墨しとる人がおったら実際に追って生で見せてもらったりすんね。般若や。般若。俺のせいには。般若是恶魔的一种。般若が入っとる。そうなんや。还是守护神的一种。不知道这个没刺过青不知道，会对刺青有兴趣就不是一般女生，搞不好跟地下社会有关系。读读看这个，我、哦、直接失约哦。俺からもちょっと聞きたいんやが。阿秋，有点事情想问你。何？你喜不喜欢打电动的男生？牧村誠って知っとるか？哇，这个也太直接了吧！ごめん、切るわ。我靠，直接就挂掉了。那我们可以追踪到他吗？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れ。何？いやな、俺実はフリーのライターやってて。自由作家、这个白痴才信吧。それで牧村藩を知ってる人から話聞きたいな思っててな。あこちゃん、牧村藩のこと何か知っとるんか？せやったら超大手話聞かせてもらえへんやろうか。ああ、もちろん。吓到了吗？应该不愿意出来吧。絶対あこちゃんにも牧村藩にも迷惑かけへん。どうやろか。绝对不会困扰，结果他是要你就把人家杀掉。わかった。わかった。せやったら今から岩尾橋に来て。哦，岩橋，我们之前去过。岩尾橋やな。五郎さんはどんな格好してんの？グラサンに黒のジャケット、髪は長髪を後ろで結んどる。真是坏。目立つからすぐわかると思うね。他只打算换墨镜。ほな、今から岩尾橋。上次我们只换墨镜，马上被认出来。这次还要干一样的事情吗？终于逮到有关联的女的，不过会不会真的来了？好了，那我们直接去岩桥了，看来只能这样子。僕絶倫だから。我这位仁兄，这支线还主线。哦，这不是上次那个吗？耗子，又耗子，然后在遇到干劲十足的男子，你是真岛先生啊？被认出来。昨天你有去奥德赛玩，他穿这样走在路上，真的不会被抓走吗？他有六块肌耶！啊，是个变态。哈哈，对，被他发现又去酒店，又来到电话交友，他这是跟踪我们。对啊，自己没什么资格讲我吧。嗯，一天三次还不够，超级有钱哎，金枪不倒的金力哥。哈哈哈。谁啊？到底有什么事情？嗯，我要跟他交换消息，他应该不会就是我们要找的什么木村实吧？本地可爱女孩子的消息，像是哪家店的谁好？我这样子跟她蛮好的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如果要挖角，她可以给我们情报。这些女孩子要是有出影片的话，一定会看。什么影片？影音包厢可以观看写真录影带啊，这个早就知道了。我们第一天玩就知道了。每次看到可爱的女孩，就会对照查看，想说会不会出现。铁杆大设备。哦，他要给我们线索。等我心情好再说。想听消息就来找我吧。哇嘎达，人还不错。好了，哥，我们去岩桥喽。看一下岩桥。真的叫金力哥。
烂的名字，直接叫金立哥。翻译也不打算帮他，还是在日本翻译本来就叫金立，金立哥。阿秋，阿秋要来喽！见网友啊，好紧张啊！24岁的真岛第一次见网友，到底是不是一个龙？哦，旁边这个水手服会不会就是他呢？会不会其实是个正妹呢？那个年代电话交友连只能听声音，连照片，连假的照片都看不到。对，阿秋没有跟我们说他长什么样子。哦，这个背影。あんたが五郎さん？看起来蛮正的。あんたが阿古ちゃん？长得有点像蛇姬。よう来てくれたな、おおきに。讲话超轻浮，你现在是轻浮模式，不好，防备很重。这个样子怎么看都不像是自由作家啊！我们要解除防备。要ちょっとして、我是演艺圈人的身份。哎、欸，我们要假装是那个、啊。やっぱり来ない変装しても分かる子には分かってしまうか。真恨自己长得这么帅。ハンサム顔が憎いわ。あ、ええでええで、サインやったら何ぼでも書いてあるから、みんなに。超级自我感觉良好。这种呆瓜不可能是之前那种，哇！所以之前你真的有这种人？例の人やと。なんでもない。優しそうな人で安心したわ。うちがアコ。うちがアコ。阿秋的日本叫阿狗。ほな、早速やけど。在附近找地方喝咖啡。話聞かせてもらえるか。お茶？我想要吃东西呀。お腹減ってんねんけど。そしたら飯にしようか。何食いたいん？うちお寿司食べたい。哇，还要吃寿司啊！やっぱり女子大生ともなるとええもん食うてるな。还好我身上都带着上百万的现金。そらそうや。今時女の子とデートするなら、予算没个五万可不像话。くらいないと話にならんわ。打个小混混就有五万。五郎さん、社会人ならそれくらいも。如果真的没有五万，会出现什么剧情？当たり前やないか。学生が見たこともないような豪勢な飯食わせたるわ。一起看刺青。ほんまに？五郎さん分かっとるやん。よっしゃ。ほな。はよ行こう。何すんのもう。哇，我要带着他是不是？啊，带他带他。吃寿司吃寿司。姐，妈的呀！这边等你，腿那么短。哥可是身高185的男主角。啊，吃寿司，绝对要吃海胆跟鲑鱼卵，我感觉跟罗密欧一样啊，最会坑人呢。我跟大家讲，我，好，待会再跟大家讲，先看一下这段剧情。1万くらいでお任せするわ。2万左右で给你有理今日のええとこお作りにしてくれ。あ、ウニとイクラは絶対入れてな。はいよ。五郎さん飲まへんの？一応仕事中やからな。今はやめとこ。大白天喝酒。それよりアコちゃんの話聞かせてくれ。それは怎么样才能问到情报？大学生にしたら随分慣れとるようやけど、この辺の店よく来るんか？まあね。最近は割と毎日。他每天都靠电话交友来这边吃免费寿司的。なんや、そないノルマ厳しいんか。ノルマ？そんなあるはずないやん。いつでも好きな時にやれるのがこのバイトのええとこやもん。想做就做是这种打工的优点。いやいや、バイトっちゅうことは、つまり誰かから依頼されてやっとるわけやろ。その元締めが例の牧村はんやろ。聞いた話やと。女子大生にテレクラで男捕まえさせて、その稼ぎをかっさらったらしい。我問得太直接了、他真的会跟我们讲啊。は？阿死才不是这种。うちらほとんど男の人にご飯とかおごってもらうだけやし、誠さんも稼ぎよこせなんて言わへんよ。あ？ちゅうことはあこちゃん、没有再卖了。他生气了。当たり前やん。ひょっとして五郎さん。一开始就想要做龌龊的事情，眼神露出一个超坏的眼神。せやったら悪いけど、
なんぼおごってもろてもホテルとかついていかん。あ、再怎么样也不会带我们去宾馆。可是我可是有刺青的。そういうつもりとちゃうねん。ただ俺は長这么帅竟然直接了当的拒绝我。ほんまに？まあそれが賢明やね。うちに何かあったら無事で済まへんから。無理しよう。あ？それは一体どういう？はい、小肌。美味しそう。ほな、いただきます。对啊，等他吃一吃，这个某些地方就会松开来，嘴巴会松些。等他一下啊。哇，这个店员长得也太可怕了吧！支付了两万元，他刚不是说五万吗？两万元之后，该不会还要去喝酒？随便一吃就吃六千块，有点猛。さて、腹ごしらえはどうする？填饱。そしたらさっきの。あ、うちあそこ行きたい。今度は誰去哪里？ゲーセン。游乐园ね。ゲーセンってゲームセンターのことか。不良のたまり場やないか。まあ、家で女の行きそうな場所ではあるが。最近のゲーセンはちゃうねん。可愛いぬいぐるみとかあんの。ゲームセンターにぬいぐるみ？どういうこっちゃ。行ったらわかるわ。去就知道。早い行こう。しゃあ、もう。ほな、ゲームセンターに。ほな、行こうか。お、隔壁就是游乐园、超近的。我们是要帮他夹娃娃吗？因为如果都没有解支线的话，可能有些人没有解支线，他是没有夹过娃娃的。ほら、あれや。他该不会要什么蓝莉莉呀？这个比较难夹。UFO キャッチャー？なんやこれ？装傻，其实我们早就夹。このボタンで中のクレーンを操作してな。所以这个主线是逼你一定要夹。穴まで運んだらもらえるね。困難が一回100円やと？アホらしい。どうせそう簡単には取れへんようになっとるんやろ。普通に店で買うた方がええんちゃうか。何言うてんのや。よそで売ってないからここで取らなあかんの。お金で何でも買える思ったら大間違いやで。っていうかお金はうちが払うから五郎さん代わりにやってるな。他要付钱让我们夹。那我还不夹个两百次，弄到他破产。なんで俺が。誠さんのこと。聞きたいんとちゃう。要夹到才跟我们讲。接受挑战。しゃあないな。ほな、チャレンジやったるやないか。あ、夹哪一个？随便夹一个都好啊。哎呀，那有什么难的哦？是。啊靠！哎呀，我这个没抓好，这个没抓好，歪了。再次。后面的这个应该比较好夹，蜥蜴好丑，夹蜥蜴有夹蜥蜴。但是因为它会摇晃，所以第一时间你也没办法知道它那个很准确的位置在哪里。哦，蜥蜴夹到啦，各位不要掉下来，不要掉下来，拜托拜托不要，拜托不要。啊，中了中了中了！丑丑的闪蜥蜴，他要吗？这是夹个最烂的给他哎，这个你也要？好啦，取れたで。これが欲しかった。めっちゃ嬉しい。很开心呢。ありがとう。他竟然喜欢那种烂烂的闪蜥蜴耶。ま、果然是。ざっとこんなもんや。这个审美观怪怪的。それで牧村さんのことなんやけど。こないなところで立ち話すんの？找个可以好好说，感觉要学我们的钱。ま、それもそうやな。おのあってようか。ほな、次はディスコや。ディスコ？ディスコ？あんだけ食った後でよう踊る気になるな。実はさっき電話で VIP 室。哇靠！あれ坑我们的钱ね。VIP 室。一度でええからVIP ルームに入ってみたいって思ってて。
いつの間に予約しとったんや。人の金を自己的钱就给我这样随便。文句言わんの。連れてってくれたら、そこで誠さんのこと話してあげるから。1988年ディスコ舞厅到底长什么样子？うまか？まあそう言われたら断れんな。ほら行こうか。はよ行こう。好了，最后一次了，别挨那个。哎，我可以带着他干架吗？应该可以吧。路上现在好像没办法，没有出现那些流氓。ムロさん、ぬいぐるみ取るのうまいな。あんなすぐ取れる人初めて見たわ。靠，前面这什么东西啊？那突然又出现一个支线啊？不是吧？なんや？你长得太像猴子了吧？我不是说聊天室那个猴子啊，是真的那个猴子啊，好像猕猴哎、欸！快把，这是我们的舞台，快把位置空出来，穿得很像红色版的李小龙。气盛的年轻人，确定他年轻吗？看起来大概也36、37了。哦，这个好像是主线必经的，就没有办法，就要看等他们打完。哦，米木又来了，陈维敏又出现了。哎、欸，维明，想要什么困难？啊！所以我们要打赢他们吗？他们是街头年轻人舞蹈中渐成主流的霹雳舞流派，所以他们是要用跳舞 PK。哇！看他们怎么决定输赢的。哇 ，breaking 呢、欸！哇，这个 breaking 太猛了吧！哇，一个大风车哎、欸！亚美达雷，哇，他也学到哦！你们说的舞者是这边就学到的，是不是？哇，有点猛啊！马上学到新风格了嘛？那马上应该会有沙包出来让我们打，对不对？动作这么猛，学得起来吗？对呀，是我赢的。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团亚雷斯的，他是怎么判断他赢的、啊？他说赢就赢啊！用舞蹈来分高下也挺有趣。这个好像是必经，这算是主线，这并不算支线。较量的地方已经决定是明治夜公园，有空就会过去。哦，舞者很强，是不是？还有一个。好啦，继续啦。这段，我把这段。靠，这个 disco 舞厅好，也太豪华了吧 ，Maharaja。Maharaja。disco 舞厅 Maharaja。欢迎光临。哦，真的30000，真的总共要花50000。拿去就拿去，便宜的要死。请尽情徜徉在本店大军吧。1988年的 disco 舞厅啊，那个时候收贝还只有26岁啊。なんかめっちゃセレブって感じ。只有我跟他哎、欸，一个独处。言うても二人で来たってしゃあないやろが、こないなとこはもっと大人数でシャンパー開けてパーッと楽しむもんやで。そんな友達おらんもん。そうなんか。我、哎、有没朋友啊？真是意外。親と喧嘩して家出するような不良娘と仲良して止めてくれる子はめったにおらんし、おってもその子の親に追い返されるし。今のバイトで知り合った子とかもおるけど、普段から連絡取って遊ぶような友達とちゃうし。せやからみんな仕方なく街で男捕まえてホテル泊まったりするけど、
やっぱり危ないことの方が多いし。牧村誠っちゅうやつは、そないな行き場のない子が夜の街で妙なやつに悪さされるのに敷地で孩子在入夜的世界受到不轨。せやけど、中には危ない客もおるやろな。跟我们听到的情报是完全相反。せやから、そないな人に会った時は、すぐに誠さんのポケベルに連絡入れんねん。そしたら、すぐに飛んできてくれはるから。すぐに飛んできてくれはるから。アスは霊保護者。そういえば、さっきもそないなことを言うとったな。牧村っちゅうは、そない喧嘩が強いんか？強いなんてもんやないって。筋肉もりもりで、そうもめっちゃ高いし、大抵の人はカッコ見ただけで謝って逃げるわ。ほう、そらごっついの。あ、うち踊ってくる。なんや、ビップルームはもうええんか？ディスコに来たらやっぱり踊らなそうやろ。去跳舞。うちお酒飲めへんし。我们要去跳舞。そういうとこはまだまだやな。应该是我可以直接离开了，是不是？ちょっと、在跳。話してな。我靠，变态来了。と見つけたで。自分の出入り口どんなとこ？片っ端から張ってたらいつか会えると思ってたわ。他叫阿斯来，可是 BB 扣来得及。何？うちに一体何の用や？とぼけても無駄やで。この前の礼。好好打戏，他也被骗了五万块啊。俺に散々おごらせた挙句、そろそろホテルに行くころやっちゅう時に。哦，那个壮汉就是阿斯，所以我现在应该要救他。あんたが悪いんだろ。那首歌的感觉又高又壮。あんたが飲み物に睡眠薬混ぜてたの。那首歌吧。そんな男についてくはずないやん。なんや、今日はこの前の男はおらんのか。おらんのやったら読んでも構わへんで。その代わりこっちも人連れてきたから。靠，他还有那个同伴呢。あんた。我们要在 disco 舞厅打人呢。何度でもいいや。マジや。マジ。哥可是新学到一个风格。自分もこの天の重りなんだ。这个舞者的风格我都还没用过耶，要直接用舞者的风格。何勘違いしとるんや。完全不认识这个女人。俺はそない女のことなんて全然知らへんで。ただ、お前らが邪魔やから言うとるんや。なんやと？ディスコ言うたら踊る場所やろ。女ナンパしたいんやったら、想要把马直就飙个舞来看看。今から俺が手本見せてやるさかい。そこどいて場所開けや。アホ抜かすのも大概にしとけや、このボケ。そんな踊りたいんやったら踊るしとるわ。ただし、俺らのサンドバッグとしてな。模仿刚才桥上看到的霹雳舞动作，拿来这些家伙来试刀。我们出去了。是这是跳舞吗？いてもたる。好，好像是真的打，就用新的风格打，是不是？哇，真的哎！霹雳舞姿，紧急停止之后再进行追击，在攻击后连按进行攻击，地板回旋踢哦。哇靠！哇，太强了吧！来来来，再一次。然后就开始头转，哇塞！但是要先用方块把它打出来，我要先转起来，然后才可以开始转。哦哟，好像没有很痛，是我的错觉，还是我还没有练技能？他感觉 A O E 蛮强。我靠，他这个有没有级可以用？靠，很酷哎，这真的蛮强的，蛮酷的啊，强不强还不知道，因为还不太习惯。我要适应一下。すごい、めっちゃイカス。帅呆了。
まざっとこんなもんや。せやけど、把男人当作提款机来赚钱。可是其实他有赚钱吗？たまたま俺がおったから。还是他跟店家合作？いつも俺の牧村班を呼べるとは限らない。哦，是不是跟店家合作？言うても誠さん、いつもすぐ近くにおるからな。読んだらほんますぐ来てくれんねんで。そうなの？誠さんな、普段整体師やってはるの。小福町南にある。そう、我们可以要直接去找阿死。ほんまか？そしたらそこ行ったら本人に会えるやろか。多分な。终于知道人在哪里了啊！按方块次数不同，后接的动作不同。所以其实我要进那个，我要进那个风格去看他那个连招的招式表。阿古山，接下来就直接去采访本。ほら。我会不会又被他拆穿啊？取材してみるわ。あ、うちが言うたってことを内緒にしてな。哦，他没有。五郎さん縁人やから特別に教えたけど、ほんまは誠さんのこと内緒なんやから。分かってる分かってる。分かってる。せやけど、ほんま信頼しとるんやな、牧村班のこと。そらそうやん。あの人おらんかったら、うちも今頃どうなってたか分からへんもん。そら、さすがに褒めすぎとちゃうか。女に優しゅうするのも案外下心あってのことかもしれへんやないか。そんなん絶対ないって。蒼天堀には他在苍天局救了太多女孩。めっちゃ多いんやから。男に騙されてひどい目合わされて自殺寸前のところを救ってもらったって子もおったし。うちらにとってほんま神様みたいな人やね。神明一样。花へええ人疑ったら罰当たるわ。所以跟我们听到的真的不太一样，到底是好，到底是好人还是怎么样？でもただ一つだけ、誠さんから頼まれてることがある。阿死就只有拜托一件事。頼まれてること？うん。もしお客さんの中でコウモリの入れ墨をした男の人を見たら、すぐに教えてくれって。コウモリの入れ墨をした男、誰なんやそれ？うちも詳しくは知らへんけど、誠さん。ずっとその人を探してるみたい。誠さんから何か頼まれることなんてそれくらいしかないから、バイトしてる子はみんな協力して探してるんやわ。なるほど。それで最初俺が入れ墨しとる言うたら食いついてきたんか。そういうこと。女を使って男を探してるか。あ、あかん。そろそろ次の人と待ち合わせの時間や。这样子念好像。次やと？まだ遊ぶんか。ほな、うちはこれで。因为日文是把平常很散，它就算是汉字，但是把平常很少搭在一起的字拆在一起，有时候第一时间会念错。对啊，跟佐川讲的根本两回事。我们还是要直接实际去看看他本人。有蝙蝠刺青的不知道是谁，不管怎么样，他都要杀了他，这就是我的工作。为了要回到，为了要回到黑道，前往畅快。好了，各位，我们今天快，怎么突然又有剧情啊？啊，哦，这不是刚刚那个舞？那个会跳舞的猴子呢？你让我好感动啊！刚才的打动超感动。苍天窟也没有多少人可以做到那样的动作。一定要加入他们的团。这样。Air 亚雷斯 Airas， 不但是我们的团名，也是我的舞蹈名称。妈呀！所以是不是可以找他练功啊？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找他练功的意思。平常都在国安啊，招福町西边的巷子练习，有兴趣就来。
姐，姐，声音娘娘，到底要不要让我存档？存个档，存个档。我们再来练一下这个舞蹈好了。我可以先，我看，算了，先打，先打。哦，但是舞者可不可以拿？舞者是不是就不能拿捷安特了？真的按的那个方块次数不一样，它转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哦，有点猛。也不是说猛啊，是蛮有特色的，就是以战斗，就是以游戏来说蛮有特色的。啊，对哦，还要看片片哦，片片在哪里啊？啊，今天有点累。哦，这里。那看完片片再存档啊。看完片片那是古堡啊。哇，今天有古川的片片给我，不打了，不打了。哦，哪里啊？哇，哪里？哎，靠，这边有剧情啊！金力哥，金力哥又来了，金力哥。果然，你果然什么？可不可以不要对我做这种动作啊？而且他这样子，我真的是应该报警把他抓走啊！你在这家店是干什么来着？或者说你刚刚干了什么？等一下要干什么？哇！你就老实说，其实是来探查。嗯？啊？我可是苍天窟的夜之帝王。嗯。哈哈哈。在大马路上发起。哎呀的，嗯，刚好身影了，我可不想跟他尬舞啊！啊，我快忍不住，要快点进去才行。那你在干嘛？好了，反正我们重点不是要找他啊。与金力哥哈布萌生羁绊，日后可借由持续交流来增强羁绊。还是不太想培养跟他的羁绊。好了，看片看片。いらっしゃいませ。看个，来看个，刚刚是谁？古川是不是？古川一子，这个很有名啊，这个可能很多人都很熟。好了，哥，我们今天直播就看到这边啦。这么最后就让古川来陪伴大家。虽然说才11:20，但是。今天有点累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我刚刚其实一直在打哈欠，所以其实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有点想睡觉。然后预计明天晚上应该也会开吧，大家到时候可能大概9:30左右也会开，大家到时候再来我们频道等哦，应该继续玩人中之龙。然后跟大家宣传一下，我们在12月底前订阅，就15年前订阅。会抽20件的这个高等玩家 T 恤，是白色版的，白色版是非卖品的，就我身上穿的这件白色版的高等玩家 T 恤，大家多订阅了，多订阅了啊！然后呢，如果想要第一时间接到那个，哇，这个好穿好正，想要第一时间接到这个我们开直播的通知的话，除了要追随之外，记得在 Twitch 下面还有一个追随之外的那个通知也要打开。这样他的手机 APP 才会通知你说九妹频道开了。对对对，好啦，这个要番号的不要跟我要哈，这个我没有哈，大家自己处理哈。哎，一个舒爽。好啦，看完片了，有感觉畅快了。我可以跟他培养他的那个羁绊，他那个店员的羁绊不知道可以干嘛。哦，可能可以拿到隐藏的片片哦。好啦，存个档啊，各位观台了，观台了。靠，他要来了。
不要闹啦、嗯、交换一下推荐的女孩。跟她交换可以干嘛？这种你也可以，真的很偏门。哇，这个黑画面呢、欸？换你说你推荐的吧，没问题。嗯，哎呀的，彻底输了。所以我只要看完片，他就会出现吗？哇，该不会是处男吧？把信屁信跟我说，哈哈哈，真的很不舒服啊！这个动作，不止店家多，女人也很多，让人完全无法摸透。提高打击率。好啦，耗子，不想跟他讲话。好感度又提升啦，可不可以不要提升这种的好感度啊？好啦，各位，今天直播看到这边啦，晚安，晚安，晚安，关台啦，关台啦。